南韩女团 BLACKPINK 暌违四年，近期再度启动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不但吸引许多粉丝前往观看，不少艺人也纷纷购票朝圣。其中，香港歌坛天后容祖儿八日就在社群平台透露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，而且她似乎特别喜欢 Lisa。她透过 IG 现实动态分享一段 BLACKPINK 演唱会现场的画面，当时 Lisa 正在演唱歌曲《La Lisa》。身为小粉丝的容祖儿还特别在影片中配上文字 "I love Lisa"。从影片中可以看见，容祖儿不但相当开心，还嗨到跟着 Lisa 一起跳，非常融入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呢。